哎，发起金腰这样多，哎。那都要你家里提出去，都要去那个农场来。你看，你看你们你，切切切菜了吗？切切切菜，放下我打我的哎。哎，打我的都是朋友的。我打。朋友的好点嘛，你看那个。
把耽误了，哪能都可以比得解决的嘛。嗯，我呀，还怪人家。那想啊，真想着嘞。我有几对爹，也给你怪的。我呀，你们对不嘞？我对头不？你对头不？嗯。对不起，爹，阿婆啦。阿婆，我的作品，我要心看。看看你爹。他个人带到我嘞。嗯，我抽烟没子呀。我呀，哎呦，杨家伙，打打同意不？阿婆。妈，哎，你们许个的？对啊，我炒起来呀。你菜品子啊，我去接酒来啊。我妈，你今天下午怎么带呀？我记得不？真的还不一点。怎么吃嘛？哎，这下午啊。哎，也怪不一点。嗯。好的，你觉得个盲点啊？哎。嗯。好的嘞。我来杀姐姐。啊。这有人摸摸姐姐了。嗯。你个杨红当啥人？当官人？我不当的话，菜人嘛，菜人不给我嘛。嗯。给他起多少给他？多少钱了？嗯，我基本做了七八十的。嗯，好。可以。嗯，好吃。乖。嘿嘿。那是好吃的啦。嗯。嗯。多少点嘛？嗯。